去金门的话哈，试看看那个高粱哦，那个真的不错，讲到我口水都流出来。对，那那个金门的高粱真的是不错，所以有事没事啊，可以去走走逛逛啊，这个都还不错。来，南滨公园。哦，对吧？这里啊，对啊，这里，这样改得很漂亮啊，包括等一下那个天桥过去的那个什么夜市。